看聊天室说，进去跟工作这个我很难回答你，我只能说工作，就连馆长都是一样，你做久了一定会有所谓的职业倦怠，哎，职业倦怠症。但是这是一份工作嘛，首先是你对赚钱要充满热情，你如果对赚钱充满了热情，你在赚钱充满了热情，自然而然。 你就不会去想，说有的没有的，因为毕竟它是一份赚钱的工作。做什么工作不叫赚钱嘛？或者说做什么工作不叫未来嘛？那你自己本身想要当老板嘛？那一步一步往这边迈进嘛？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想法不太一样哦。那毕竟工作，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赚钱，工作赚钱嘛。 哦，这个我讲没错吧？那赚中工作本身，工作就是一个不不轻松、不舒服哦，充满了痛苦。那要看你心境自己怎么去转换呢？对不对？很多工作一个月十几万，像我的员工一个月领十几万，有的还是不愿意做啊，真的，啊，真的、啊，因为他做很久了。 像我们有一些老员工离职，他写的是说他觉得，啊，他的兴趣也是健身啊，他也做到健身房了、啊，而他做了几年之后，在我底下做了几年之后，他觉得他想要休息啊，或者说他不想要做健身了，想要转换跑道，对不对？啊，一个月十几万在里，啊，因为他觉得他做服务业很累啊，他对他对这个人的服务很感到很累啊。 啊，劝人家买课啊，业务的行为很累啊，对不对？啊，所以说，所以说，你说要你你你要你要赚钱，那你自己要去找你的方式啊，因为行业有几百个，谢谢董内，谢谢加入会员，行业有几百个、几千个行业，这是你自己要去寻找的嘛 <coughs>？自己要去寻找的嘛？ 对不对？那以职业来说，也没有一个完美的职业嘛。就像馆长的健身房，我刚刚讲的嘛，有有我下面的员工要离职，他是没钱吗？他不是没钱，可是你心里会觉得他很笨。可是 <coughs> 人家说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年轻人有他的想法，也许他是自己要出去开一家健身房，也许他自己觉得。 他这四年，我们很多教练是这样啦，很多员工啊、主管是这样。他这四年在那边存了一两百万，他每个月都存下来。他自己想要出去自己创业，但是不是健身业，他也想要去做别的东西，<coughs> 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当然看在我们老板的眼里，我们当然祝他哦，祝他幸福嘛。比如讲说，我的我的很好的选手哦，像我们右冲，他是说他想要做。 跟大家女朋友，那这两个人就在我们公司做了四年多，也是要走啊啊，走都是都跟,跟我们讲哦，但是我也是跟他讲说，如果你做不起来的话，你赶快回来，至少有份工作哦。那他们的决定就是他们要跟朋友合伙去开一家什么贸易公司之类的哦。那几个合伙，那大家出钱哦。那我觉得有些人嘛，他认为说他年轻。 就像，就像你们嘛，工作最终都想要拼拼看，不一定会失败，也不一定会成功。但是你人生当中要不要去拼？其实按照我的角度来看，我是认为有的人是保守派的，他可能拼到后来是一事无成。所以有的人跟讲，老板没那么好做，就是这样。可是大家都想要当老板啊，那就是代表你对人生充满了野心嘛，这是很好的事情。 李要大老板，你想要拼，你不想要这样子，很好啊，很好啊，很励志啊。但是成功的就寥寥无几，就是这些人。而且就算你成功了，就算馆长成功了，在经营每个月每个月经营那个压力，真的比真的巨大了，真的没有骗各位了、啊。好，在另外一个就是你看，像我们另外一个优秀的选手，他也要走了嘛，他也是在我们陈立事站干了五年吧。 六年吧，哦，从我开馆，他的加入当的会员，后来成为全全台湾最厉害的、最厉害的六十五公斤还是六十公斤的选手玉生嘛，他也要走了嘛，那他想要去开一间，他也有跟我们讲，他说想要去开一间，那个他一个月也是十几万啊，他说他也想要去开一间，自己的格斗自己开一间，哦，对不对？ 我不我，因为我很缺钱，就讲连续两年不休息，顶不住，那就休息一下、啊。借三百块的抖内，你就休息一下嘛，休息一个一个礼拜再出发，要人要充电的、啊，对不对？像玉生他是说他想要开一间格斗馆，因为他觉得他的志向，自己的门派嘛。其实学格斗的人练到后面，都会想要自己出来。我当初也是自己出来嘛，很正常。 充满了梦想嘛，充满了野心嘛，想要自己出来经营嘛，这好不好？这当然很好啊！想要自己有自己的徒弟、自己的学生、自己的一个派系，对，练拳的人、练健身的人，大家都想要有自己的徒弟。哦，这个就是开枝散叶嘛。那以我当师傅的角度，为我们当老板的角度，就是没有办法留住你，但是还是会给你一条路，就是说希望你以后，如果我们永远是你的后盾、啊、就是说。 你出去外面经营，如果遇到了困难，哦，要回来的时候没关系，我们的双手永远打开。哦，做人要有这个八等。如果是正当离开的啦，那你看嘛，我们家的选手第一个他不是没有钱，他们每一个人的待遇都非常非常的高。待遇真在好的时候，加上我们的签约军，他一个月十六七万，一个月哦，十六七万嘛。 哦，那一些我们一些比较好的主管，他有签约的，他一个月都有了二十几万。可是累啊！你想想看，二十几万，十七八万，累不累？累啊！要上课，要拼业绩，要管理。像玉生他也是主管，他要管理下面的员工，他还要去拍片，他要准备比赛，要去打比赛。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说。 你各位对人生当中很多的问号，就是说没有所谓的很轻松哦，没有所谓的轻松，钱就啪就来了。我刚刚讲他们十几万，你听起来很羡慕，但是他们练了多久？他们辛苦了多久？他也不可能预生也不是一开始就十几万。谢谢杰哥，同类，谢谢谢谢杰哥。 他是一开始三万多块、四万块没有业绩嘛，做不起来嘛，慢慢慢慢做，花了每一天跟客人联络什么的学，然后自己再去训练，因为要把自己练好嘛，花了在自己身上花了很长的时间，下班了不下班继续去苦练，然后去外面打比赛，打了有名气的人家开始跟他买课，就是很多东西你听人家讲他赚很多钱，你都会有一种人第一个就一种哈干你娘嘞。 就喊了吧，啊，才好谈哦。你可以下气挂卖，你去气挂卖嘛，在地产上这样跟人家撸嘛，被人家揍嘛，哦，或者是把自己练成像我们幼虫练成那样嘛。他已经连续四年没有吃过垃圾食物，四年，永远要看他永远跟我开会都拿一碗糙米饭在那边，永远吃的干干净净，永远每天。 就把自己练，然后该管业绩管业绩，该开会开会，然后连开会都在吃糙米饭，没有吃过外食，已经四年了。就是说，在你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在你们一个想法当中，你们觉得人家这样子，可是你自己有没有想过，人家有多干口，人家才到这个境界？所以他是说他不要了。 他就说：“他就想要换个工作嘛，哦那，那那那那，那那你想为什么他会想要换工作？为什么他会今天想要换工作？就是因为长期下来的这样子的控制，或者长期下来公司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业绩压力，业绩压力压他，让他每个月就一直不断做，不断的做，从开始兴趣。” 健身是他的兴趣，格斗是他的兴趣，兴趣到后面不开心，没办法，你假当给他掏我们一定是比业绩的嘛，一定是要开会嘛。我们企业企业文化就是这样，每一间企业都是这样，业绩开会，不然怎么生存？赚钱嘛。所以他今天他想要跨出去自己做，可是我可以在这边讲的是说，他今天有的年轻人，其实我跟大家讲，你你今天帮一个老板拼命，有没有价值？有，你拿到钱，你自己开不开心？不一定。 我跟你讲，这不一定。就像我的有的员工他会走，他不是为了钱，他觉得他不开心。哦，因为赚到钱的时候就开始不开心了嘛。当你没有钱的时候，你只想要赚钱，就是像你聊天室里面人的想法。你当你没有钱的时候，你干，你要有钱就好了。可是你想一想，当你工作了三四年，你身上存款有了两百万，不多啦。可是两百万对你来说也许很多，你可以一阵子都不用工作，你是不是开始就有别的想法？ 我干嘛这么累？我好累哦，我拼成这样哦。那这时候如果朋友、大家，或是说你自己本身说，嗯，那累我不如为自己累，再怎么样是自己的事业，你就想要跳出来做生意，这是非常非常非常正确的观念。出来试试看，这是非常正确的观念。存活的下来，那你就是一个老板。可是每个月我可以这样跟他们讲。 当你当一个老板之后，你的压力是以前的一百倍大，一百倍大，绝对大于你。如果你原当一个员工，你觉得你压力是百分之十、百分之一百，那你当一个老板，至少一百分之一千起跳。我真的不胡乱。哦，现在尤其是现在这个时机，为什么你要做什么东西都人家前面都有人在做了？但是，但是你很多人会觉得说，你在工作的时候会觉得说。 我替以家给别人哦，就像我们有的教练，他认为说，我以我自身的企业来跟大家分享，就，诶，我在这边，我一个月抽成这样，哦，他没有去思考说，他卖一千五百五嘛，他抽成一价，抽到最后他最多抽六百块，那我自己去外面开，全部都我的，啊，全部都你的，啊，你有没有想过劳健保，一个场地要花多少钱？租金、水电。 然后干那，你请人请多少？然后你没生意的时候怎么办？然后每年还有一个重税要缴。然后你他妈的东，然后你钱花下去，你花两千万开一间馆，股东股东大家赚回来会不会吵架？啊，生意不好的时候怎么办？所以其实他有层层的问题。每一个月，你以前当员工就看自己，我自己做好就好了，我业绩做好就好。你当老板，你下面有十个员工。 他妈的嘞！每天轮流给你出问题，你就准备你就处理这些问题而已。你你你你你,你懂我意思吗？你你当员工，你时间到了，我要领薪水就领薪水。我做我我这个月做多少换算业绩，我要领十万领十万，对嘛？没有错嘛。老板就是要给你十万嘛。你当老你当老板的时候，你这个月亏损了，你下面员工十万薪水你还要照付，你要想办法付。 没有钱，你要去借，哎，不就抢了要抢来付，然后没有房租，房租钱你要去付，水电要去缴，租金要预留，所以快乐跟痛苦，它的定义是什么？定义就是你转换你的心态。无论今天是一个当一个老板，还当一个员工，还是你对你现在的疲劳，世界上根本没有一个工作是轻松的。 真的是轻松的，当你永远不断的、反复的在做同样一件事情，它只能让你变成从专家变大师，大师变王者，好像我们的等级。但是如果你办如何费，你就没有了；你转换跑道就没有了。那也不是说你不转换跑道，转换跑道是好事。所以当老板好不好？非常好。我个人。 我个人呐、啊，哎、欸，我先说我不负责任，我不负。以下讲这一段我不负责任，不要到时候来找阿管。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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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靠背、啊、哦，好。我觉得今天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短短数十年呐、啊，如果你觉得自己能力有道，你觉得这社会运作有道，你该出去开店你就出去开，不要一个懒觉闷在那里。哎、欸，干你呀，你早知道你快，你试下去。 你也不一定会成功，你不试了，连成功的机会都没有。如果你敢开，你就下去开。哦，只說是说是说了，依据经济部，这个不是阿管在那边口嗨哦，我们有口嗨 K 口嗨哥叫杰尼龟哦，最最近很有名的口嗨哦，不是我这近在那邊口。经济部在两年前、三年前的新闻，他每一年都会出来这种新闻哦，从开业。 各行各业哦，台湾的各行各业有登记的嘛？无论你是企业社，你开一个，你开一个店面哦，或者说开一间公司哦，都要开嘛哦，可以存活五年的，只剩百分之五趴。也就是说呢，一百个人出来当老板，最后剩下五个。然后他说可以持续稳定获利的，只有百分之三，只有百分之三。 哦，百分之三趴，所以今天不是说，哎、欸，馆长，那你认为认为三小，认为三小，我没有认为三小，我认为说，如果你对人生不要留空白，你就去开。那如果说你对人生，你觉得我要一个安稳的生活，你就跟一个好老板，你有一个技能，比如讲说我是做面包的，哎、欸，神之面包，我是。 把磨塞，我是水电塞，你就跟一个好老板。什么叫好老板？其实好老板不难啦，好老板就是他该给你钱，他就给你钱了，他不会给你拖款。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啦，他就是他就是好老板的啦。哦，他不会他不会给你拖货款啦，他不会给你他妈的讹你的钱啦，哦，他他他妈的该给你钱的时候给你钱啦。哦，该跟你讲的条件，他做完了给你，而不是。 哦，而不是说，他今天他，呃，当一个老板的他可能，没办法给你钱啊，跟你讲好的事情付不出来啊，哦，等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好不好？所以说，跟一个好老板就是说，他跟你讲好的事情，叫聘叫啊 <coughs>，这就是好老板，哦，就是这样子而已，嗯。 这样馆长是一个不好的老板了啊、哦！我不好了，我不好了，我不好，我我不敢说我自己好了，因为好还有更好了，我不敢说我很好了。说实在话就是这样子啦。我哪里好？哦，我哪里好？我没有很好了，好不好？哎、欸，我没有很好了哦！不要不要看阿管了，阿管不准啦。 要调一,一下这个，今天脸看起来有点黄哦、喔，没办法，因为这个都，啊，这个镜头就是这样，时好时坏，这个采光。我个人是觉得说，就是说，你对工作怎么样，是你自己要去调整你的心态。哦，那你要让你长长久久下去做，你就是要自己去调整你自己本身自己的自自己的心态这样子。 像我当过老板，我来来去去的员工至少也破百个了吧？应该不止百个了啦，因为我做生意做了八年九年了，跟我身边离开的人，跟我身边又离开的人，又进来的人，那我现在我有四百多个员工，来来去去，来来去去，人走了，每一年嘛，总有一二十个人离职，然后一二十个人，哦，像柜台那种流动，流动比较大的，业务流动比较大的，教练流动比较大的，都会慢慢的，有的有的是老员工。 三四年，他忍不住走了。有的是新进进来的，他做不久，做两个月走的。一来一往之间，我还是跟大家讲，做一个企，做一个企业，就是叫拼叫给啊，就这么简单。当个，我觉得当一个老板最基本的就是，你说多好，我不敢讲。但是如果是叫拼叫给，该给你的绝对不会少给你，不该你的你也绝对拿不到。该你休息，你赶快休息；不该讹你的，我绝对不讹。你做错事，我绝对处分你。 我们都讲好了嘛，哦，但是该给你休息，就是给你休息，该你的我们都不拿，该我的你赶快做给我，就是这么简单。那如果你有心境上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去帮你，因为我当老板说我没有办法帮你口嘛，哎呀你不舒服没女人干，贴他妈的屁股给你干，是不是不可能嘛？私底下的私底下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哦，那工作上的就是。 我给你的条件，该给你的条件，我绝对不会少，就是这样子而已。那每一个人的心态，你要做什么，你就是要搞青桃聊，怎样？为什么？因为人从年轻到中年，哦，你没有说人生三大遗憾：中年失业、年老入花丛，对不对？少年得志，大不幸。哦，人就是这样子嘛。馆长都没有。 为什么叫中年失业？中年是指什么？中年四十岁、四十五岁左右，换工作也不是适合常常换。如果你有学习一套技艺，无论是你很会卖东西，这也是一个技术；无论是你很会做东西，做各式各样的东西，也是一个技术。你很会处理什么事情，或者说你学什么专业的，你曾经待过什么公司，这些都是你的经历。到最后。 我为什么说出去拼拼不回来？顶多再让人家请嘛。像我有一些厨师，我有些员工，以前都当过自己在外面扛过老板，甚至有一些员工，他在外面自己开过健身房，开过工作室，哦，然后倒了，哦，然后倒了。所以说，当你试过了，你觉得嗯，我还是当人家员工哦。 你就回来吧。像其实有几个，我有几个员工啊，他来公司之前，哦，像这种员工我是最喜欢的。他自己当过老板，所以他回来公司的时候，你看他最认真，最不会讲什么，该做的就做到好。该该下班的他还不太敢走，他还自己在那边东摸一下西摸一下，看到老板来了跟你聊一下。哦，像这种员工，他就什么？他就说他也当过老板，他還知道。 哦，他也知道不好做，他也知道经营是一个很难题，所以我劝大家，如果你有资源，最好是不要拿爸爸妈妈的钱啦、啊，这样你只会永远当撩拨要,要 Gay 啊。我有一些朋友家里很富有，从头到尾就是要做什么，爸爸给你，爸爸给你，失败了三次，还在爸爸给你嘛？演艺圈有很多嘛，哦，比如讲说吃小那个嘛。 什么的嘛，演艺圈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嘛，儿子女儿都可以不断的失败嘛，原因出在哪里？出在说你每次要说要放弃他，你最后还是救他，是不是这样子？你就是我认为你人就不能靠家里，靠家里就没用，要么像馆长的儿子，你要么在我的公司上班，从最基层扫地开始做，一路做上来，没有那种跳级的，上面都是你的叔叔辈。 要么你自己在外面找工作，用你自己多久？你要做什么？你自己存钱，哦，你自己去外面小小做。你我当初也是夜市摆摊呢，卖耳环呢、欸。阿、啊、管以前很年轻的时候，十七八岁的时候，卖衣服、卖耳环、卖自己同班同学。我也有高中补校嘛，我我我去批货，我去迪化街，我去这个。 找找了几间老板哦，我去这个环环河南，我去火车站后面哦，批一些耳环，批一些项链，批一些衣服卖给同学，不用多少钱呐、啊，一两万块批，然后卖一卖赚一赚。我以前十七八岁啊，对不对？所以很多事情不是说一定要很大的资本才可以开始你的生意。走，你是不是个人才？不是一开始一个投资一笔下去。 你就一定要什么一百万、两百万？你可以试试看嘛。哦，但是如果你要做健身业，或者说你要做，那门槛就非常高，因为健身业你要做健身业嘛。像我看最近那个谁，皮塔，他他说他在拍一个片嘛，大家应该都看过，两千万开了一间健身房嘛。他的那间健身房也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原本叫布辛嘛。哦，也因为我们格斗圈的。 当初开那间真是花不少钱哦，那他现在被顶浪嘛，被被被 peta 顶下来，我也是觉得 p peta 很有勇气呀、啊，在现在这个时机点，对不对？疫情加上海外运输，他跟热狗王嘛，热狗王也是跟我拍过片，一起股东嘛，看样子他们这四个年轻人一起股东去开一家店嘛，所以你看他那个门槛起跳，我只是拿了我只拿了比方，你看他起跳就是两千万。 哦，你看他才多少平哦、啊？他说花了两千万，我觉得我我跟你讲，绝对不止啊！他后面要花的绝对不止。皮塔现在算一定算错，他顶店不知道多少钱，我不知道。他后面还要有行销费用，他都没有算到，他还要有行销费用，还要有人资哦，各方各面的费用，他后面还没算到哦。<coughs> 谢谢，谢岛谢内房市一直涨，我没有办法。我在那边骂民进党政府已经骂到这一点，我就骂到烂了。炒房现在变成全民共识了、啊。哦，这个政府也不愿意改，你一辈子都是这样子，好不好？但是十年后绝对会有希望，因为十年后绝对泡沫化。你要等现在的小孩子有一个少子化的情形很严重的时候，就会有情形产生的。台湾的房子，每一个人可以分五间来住不完。 现在还在干，啊，继续干，哦，我再讲，所以皮塔他说，你看哦，他说花两千万就是不止，你看，所以做健身业他的门槛就是这么高，就是这么高。那你说回收，你看他们的平数是一百五十1一百五十的店，你想想看，我觉得不止啊，皮塔他说他他他说他花了，他他说他花了多少？ 他说他花了，一百五十平，那间店才一百五十平，花了花了两千万。那你看馆长，馆长的店都是一千五百平，差十倍。中立馆一千八百多平的，超过他十倍。台中馆两千多平呢，高雄馆连骑楼外面的装潢是两千四百平呢，内部可用一千六至一千七，外部可用。 加外部骑楼加通道，有一些自己内部的办公室，我没有计算在内的，总数是两千四。哎，那你看我花多少钱？所以健身房那门槛本来就很很高，它的门槛本来就天跟天一样。所以啊，我们的兵还有大家。 大家，大家，大家可以吃哦、喔。房子啊，我只跟大家讲一句话哦。阿管住了泸州，住了三十五年。严格来说，三十年了、啊。因为小时候五岁的时候到泸州嘛，五六岁到泸州去嘛，哦。 我们家也，我们家也是小小间哦，也是不好的房子啊。哦，我要吃营养品。那你看哦，等一下我吃一个大生汉哦，我喉咙有点哑，一直讲话。你们买了吗？快要缺货了哦，又快要缺货了，我又要叫了。哦，你们好会买哦，大生汉快没了，记得购买大生汉哦。 你可以打电话来客服申请会员，用电话验证无法发送失败，手机无法验证。你可以打电话来客服帮你处理，好不好？我跟大家讲啊，房子这种东西，有的人他一辈子就这样了，他买不起，他不烦恼。人嘛，我没有办法改变现状，我就安于现状。 是不是聊天室里面很多人就是这样？我买不起，我租嘛，我慢慢存钱嘛。我银行里面一两百万存款，我房子也没有买，我每个月也有稳定的工作，我爱吃什么买什么，我爱我爱我爱买什么买什么啊，就这样。他一生他觉得这样够了，会了越来越多人这种心态。这是这是现在三十岁到四十岁左右的。 阶层在想的事情。那年轻一辈呢？未来呢？现在这些小朋友是十岁小朋友，现在十岁小朋友非常少。等他们在长大起来的时候呢？然后加上台湾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意思就是说，你要等爸爸妈妈遗产分给你，也没有那么多遗产了、啊。 哦，那反倒是现在少子化。我看到我身边周遭的，要么不结婚，要么结婚的不生小孩，一堆。现在以前三十岁不结婚被难念，现在四十岁不结婚的人比比皆是，比比皆是。男女朋友在一起就在一起了、啊，就是不结婚，宁愿两个人就这样一辈子舒舒服服的过，也不愿意养小孩累死自己。 两个小孩要经济压力啊、呃，就要买房子，就要替小孩的未来想。当父母的人嘛，那这样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怎么样？未来房子要卖给谁？大家想想看，台湾的房子是建不停的哦。大家如果是在各地，如果你是在台中、台南、淡水，我们林口哦、呃，桃园、从化区，这个一大堆从化区嘛。 反正镇上就是这样子嘛，是不是一直在建？哦、我们那时候去台中馆，我经过那个台中第几期呀、啊？忘记耶。哇，我都的觉得这很夸张，一望无际的建地耶。那真的是一望无际，然后接着车开啊开，不知道开到第几期，然后四五期还是四期都建新的。然后我朋友跟我，我们都跟我讲到，这晚上都没有人，都在养蚊子。哦，就是就是这样子嘛，就是。 像现在北大嘛，你去看北大，三峡北大也是一样，淡水都是都是都是都，你去淡水上去看啊，三只淡水，北大，新庄，新庄从化区，我们林口这边，桃园从化区，台中从化区，哦，你去看，晚上点看点灯的点灯，你就是看，全部都不是，全部都是，而且还有新的房子在建，但是晚上都没有人住。 所有说嘛，这个东西它已经变投资。为什么有人要买房子？他并不是说他要住，他只是觉得说，哦，这次疫情房价为什么会涨？理性分析啦，哦，因为他们认为通膨嘛，哦，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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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本来五块，现在变十块，新台币不值钱的嘛，赶快去买房子。 因为他们认为房子，我现在买三十万一平，我未来会是他妈六十万一平。但是你现在你把新台币放在身上，它并不会涨，所以很多人就去哦把钱砸在房市上。可是这样的想法是一个哦谢谢董内，谢谢这样的想法是一个很天真的想法。 很天真，我觉得很天真的想法哦。那你买的是三十万，你认为它会它会它会涨？那未来如果它它它没涨，甚至是二十五万呢、欸？啊，通膨依然通膨呢、欸？这种东西你买的都是一个不确定因素。但是以现金来看，大家都觉得我宁愿把钱通膨了嘛，砸在房市上，因为。 大家都深信，台湾人嘛，被奴役惯了嘛，被政府、被这个建商哦奴隶惯了，大家就认为说，政府死都不一定不会改政策。但是政策是一方面，政策是一方面，但是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叫做自由贸易市场，有很多投资客、有很多建商都说，你就交给市场去抉择。这句话讲得非常好，在我的观念里面。 未来真的，这个房子已经涨到，绝对会死人呐、啊！我觉得绝对会死人呐、啊。当所有的热钱都进去，所有的认为它是一个投资标的的时候，最终赚钱的人还是在建房子的人跟投资客。就像股票一样，你们只是估彩而已。但是因为股票它是立即性的，房市它是需要时间的。哦，所以这一点我深信不疑。为什么？因为。 未来真的没有办法。房子来说了，土地还是值钱，土地越来越少嘛。但是你怎么会去买土地呢？但是房子是越来越多嘛，啊，人死的也越来越多嘛，不结婚的越来，到底要卖给谁？这些吸的斗内，想结婚又买不起房子，不结婚交往就交往嘛，对啊，对不对？你到底要把房子卖给谁？ 真的啦，我没有骗各位啦。哎，那现今的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就是政府不改变嘛。那政府未来会不会改变？我在这边也跟所有的地主，或是你是房东什么的，建商讲，未来政府一定要逐渐改变，因为这是政治压力哦。以我对他们的了解啦，他们一定会持续慢慢的施压，慢慢的施压。二二年可能施压一次。 二四年的时候可能再施压一次，二六年的时候再施压一次，二八年的时候再施压一次。虽然它改的很慢，但是它会逐渐紧缩。为什么？因为台湾人都不满了。现在的年轻人像现在是三十岁，他买不起房，他等啊等啊等啊，到四十岁的时候，你政府还是那些老一套的时候，有人会选择选给他吗？ 政治变化性很大，新的党派也是永远不一定。如果执政党永远我不知道谁当执政党啊，现在是民进党嘛，未来不知道，他必须要做出改变，一定要做出改变。对，因为台湾真的是很民主、很自由。台湾现在当政治人物越来越难混了，你要贪个污，你要官商勾个结，都没那么简单呢、啊。 会越来越透明化，啊，会越来越透明化。随着时间来说，会越来越透明化。